講就佢哋中國國歌嘅時間咧，現場嘅觀眾好多啦，企立啦，同埋咧一齊齊聲唱中國國歌。現場嘅觀眾唔需要講啦，都係一面倒咧替中國青年隊咧係打氣嘅。嗱，阿根廷方面咧就主力球員分別來自咧小阿根廷人啦、獨立河床同埋聖羅倫素啦呢四間嘅球會，而突出嘅球員咧包括九個羅沙爾斯同埋10個杜明古斯，呢個球員咧就係負責打前鋒㗎。 佢兩個嘅合作咧非常之係純熟，非常之有默契嘅。賽事之中大家值得留意呢兩個9號同埋10號球員嘅。咁中國方面咧好波嘅球員包括咗15個張帥啦，效力咧不過國安啦係隔呢球隊咧。另外有一個曲波咧，亦都係一位咧係國腳嚟，不過可惜咧今場嘅賽事入邊咧佢就打緊後備。咁啊中堅12號嘅杜威咧，亦都值得一位咧大家留意嘅球員嚟嘅。呢個球員咧打後防咧係非常之有經驗同埋咧係好穩健嘅。 9號咧就係頭先我講嘅羅沙爾斯啦，佢效力嘅球會咧就係咧紐維爾救生會啊。咁啊啱啱20歲啊，仲可以代表咧就係打呢個咧係呢個賽事嘅。杜明古斯10號，咁效力嘅球會咧就比較小名氣啊，基爾梅斯。16號咧就係胡少坤，大連實德嘅熟客嘅球員嚟嘅。12號咧就係剛才我介紹嘅杜威。 係球隊嘅防守嘅中流砥柱，執法球證咧來自南韓㗎。好啦，上半場首先開波咧就係黑褲嘅阿根廷。哦，一開波咧即刻㧬個前場，哇，兩個人係想搶一粒啊，唔係咁快係嘛？哇，搶錢咁喎，你睇下嗱嗱臨咧去啦，哇，中國隊攬一提防咧，佢一開波咧即刻兩個人都係想話組織一個攻勢。好啦，咁而家企翻定陣腳先。 中國隊18號嘅咧就係馬爾啊，咁啊教練啊佩加文係阿根廷嘅教練，哇呢個波咧好彩，好彩咧出得嚟快，好啦中國隊第一次嘅攻勢，一個殘雞腳咧殘到嚟呢邊唔得喎，俾唔到自己嘅隊友喎，買女佢啦冇錯啦，等佢踢得冇咁容易都好。 扯為呢邊睇出界尾未啊？仍然咧追得翻呢個波啊！咁啊呢個好波之人嘅杜明古斯咧出埋呢度，哎呀，點解用右腳撬咧？唔用左腳冚咧？可能唔到啦。咁啊羅沙爾斯咧貪盡用右腳咧，想話撬呢個波去。啊，杜明古斯出呢個波咧出得好毒啊！第一出唔到啊，唯有貪盡嘅右腳咧想話撬埋去咧，搏搏啦，點知啊塌咗添。 貪到盡咧，貪唔到啊！呢個波，好啦，嗱，中國隊嘅試攻勢，嗱批到佢前邊啦嘛，睇睇咧，依圖啊點啦，唔去得咧，俾翻後邊，試一試射，哇，省到對方嘅守衞呢個波咧，賺高咗，應該係國球嚟喎。咁啊，正話咧射波嘅咧就馬爾啊，都射得過嘅呢啲波，放個冷箭啦，咁可惜咧係撞到對方守衞嘅身。嗱，再睇睇啊，批過嚟呢邊，唔去得叫翻後。 好啦，馬爾咧就試射省到人咧，係截高咗呢個波嘅，仲有一次慢鏡睇，係啦，省到對方個背脊咧，係截高咗嘅呢個波。好，喺中國隊個角球開入嚟右點，徐亮開入嚟，哎呀，先到嚟呢邊咧冇人困到。咁碌中國另外嘅一邊，咁揞住個頭嘅咧就係嚴嵩啦，咁啊可能咧係頂波嘅時候咧同對方咧碰碰都未定。仲有一次角球啊，今次喺左邊咧準備開出啦，嗱睇睇啦。 頭先嘅一次慢鏡，係啊，嚴嵩咧同對方咧捆捆咁啊，最後咧對方頂嘅好啦，呢次一個球開嚟右點咧，右腳嘅內彎球，好嘢！啊，呢個守門員咧嘅韋爾費杜咧唔敢接啊，相隨咧質出，而喺中國隊呢次呢輪嘅攻勢都不弱喎，撳住對方嚟打喎，嗱呢個頭槌又點咧？對方咧頂到先。 射啦！哎呀，浪高咗弊啦呢個波，唔去得啦，唯有咧執翻後邊啦。啊，越圍啊呢個波，走翻出嚟啊，焗住走翻出嚟啊，唔出嚟越圍。仲有喎，啊，猜過嚟右邊，第一時間附埋喺中間，哇！呢輪撳住咧阿根廷打啊，全部咧要退守啊。射，冇錯啦，今次拉個地波啊，咁啊好可惜咧就俾對方咧撳到，又係馬爾啊，拉個地波咧，對方守門員咧韋爾費杜咧擒到。 射得都唔錯啊！呢球波，不過密質質啊，前邊呢一輪中國青年隊係差得唔錯，咁特別喺呢個峨眉峠頂咧，都有啲位俾佢哋去發展㗎，亦都相反去睇到阿根廷咧喺呢個位置個防守咧係需要改善。
因為已經有兩者嗰個位施射，係比較鬆用嘅情況底下，咁所以如果唔改善呢個位置嘅話咧，咁可能就喺呢個位置失波都唔定。論個人技術咧，就阿根廷嘅佔優，但係體力整體方面咧，就中國隊比較好嚇。好啦，呢個反擊又如何？控大力咗，好可惜。咁其實喺中國青年隊咧，喺陣上邊咧有五個係嚟自大連實德嘅球會嘅，可以講咧就以佢哋為一個骨幹嚇。我睇翻啲球波先，咦，壓得唔錯。迪文啊，入埋禁區裏邊一刀，三個人夾埋你啊！咁其實中國青年隊嗰個效率好高嘅，每每一失咗波咧，就即刻翻翻嚟自己嘅後半場防守。個波喺邊個位置呢？勢必有兩個至三個人係包圍住嘅。呢位就是沈長福啦，係中國嘅第一左翼啊！咁其實咧唔講，大家可能唔記得啦。沈長福曾經喺早一段咧，即係八十年代初期咧嚟咗香港打過東昇一段好短嘅時間。我見到咧，而家咧係呢個羅沙伊斯咧落個底線咧，第一腳出得唔成功，亦都係俾咧係中國隊嘅守衞咧撞咗呢個底線嘅角球。阿根廷嘅角球，佢咧徐亮啊刪到個波。咁其實兩隊嘅比賽嘅節奏咧係快過剛才我哋頭兩節所見嘅呢個巴西對日本嘅比賽。咁但係講過個勢利方面咧，就係第一場就稍微咧係勢利少少。角球開出，哎呀頂到喎！啊呢個波咧，似乎就中國隊咧犯咗同咧日本隊輸第一球嘅錯誤啦。咁啊結果咧係高樂圖係頂到個波咧頂咗出界嘅，佢自己有啲後悔嘅，因為呢個波咧好差事可以頂入，因為當時咧冇乜人 mark 佢嘅，走漏咗佢咧，可能咧大家都向前掛住向前走咧。咁呢個時候咧，好在佢都冇乜助跑嘅啫。咁啊，同剛才咧就嗰個十號啊巴西嘅球員咧，係佐利奧巴迪斯達頂個波咧就分別好大啦，同埋咧頂得冇咁勁添。咁啊零比零啊，仍然大家都未打開呢個紀錄。咁啊，沈長福咧前咧係北京隊嘅球員嚟嘅，當然咧其後都咧代表個國家隊啦。佢個位置咧係左翼。咁啊，杜明古斯咧同呢個九號嘅羅沙伊斯咧真係好合作嘅。咁其實進攻方面咧，主要都靠佢兩個啦。俾得靚啊，杜明古斯，俾過嚟咧係咧右手邊嘅羅沙爾斯，右腳一撳，一個直而準嘅地波，直向咧係遠處嘅地波死角咧係丟埋去。結果呢個波咧係打開咗幾攞羅沙爾斯。咁射咧真係靚啊！但係唔好忽略咧，杜明古斯俾個波嘅妙傳咧，實在咧係個眼界咧睇個讀局咧睇得好通。咁真係由呢兩個好拍檔咧，就係咧炮製咗阿根廷嘅第一個入球啦！一跌落地下嗰時，根本咧就係杜明古斯咧已經係睄到啊，係羅沙爾斯喺邊度啦！咁俾落個位亦都啱啱好，嚟包抄嘅中國隊嘅球員咧離遲一步啦！咁張帥咧包抄離遲一步，俾咧係羅沙爾斯順利起腳，咁難得咧佢射得咁準喎！咁所以咧阿根廷咧領先1-0。好啦，問下中國隊嘅反駁又點啦？而家見到咧五號嘅徐亮咧攞到個波，有佢直線咧真係好嘢，第一時間咧推過咗啦。呢個馬二啊，再攔翻埋張毅又俾人撞跌咗喎。球證有冇吹咧？有啊，冇錯啦。呢圖咧就俾對方嘅守衞咧成份咧撞跌咗。嗱，呢個罰球咧射程範圍啦，睇下中國隊咧點處理呢個罰球啊？嗱，睇睇啊，俾埋佢咧。呢圖一攞波嘅時候咧，根本對方咧都唔係攞波成份咧撞跌嘅。好啦。阿根廷急急排出人場，他們的守門員韋爾費杜也很審慎，指揮隊友先排好了人場，看看怎樣處理這個罰球。周倫哇，想說半粒半射的這個球，可惜高了多少，周倫射這個球就高一點。再看看低一點就撲親死了，要對方的守門員高了。阿根廷的守門員韋爾費杜繞腳嚟喎，但係開出嚟嘅時候咧，球證就零掟啦。上半場結束啦，阿根廷以1-0咧係領先上半場嘅。上半場阿根廷嘅演出咧，就係其實同咧係中國隊咧都係不相伯仲啊。不過兩隊嘅速度咧實在真係好快。不過兩隊嘅射門唔多啊，加加埋埋只係得個7次咁多。咁其實上半場咧睇個過程咧和波比較合理啊。黃牌方面咧只有一個就係阿根廷嗰方面係攞到嘅。咁同日本隊一樣啊。咁雖然落後，但係演出咧絕不遜色於阿根廷青年軍嘅。咁而且呢場比賽嘅速度真係好快嘅。
我相信咧對峙咧，哦，原來咧係呢個鄭少忠喺看台上咧，亦都同阿米魯天奴佢而家咧係中國國家隊嘅主教練咧，喺度傾緊偈嘅。咁米魯天奴佢咧有一年咧亦帶過咧哥斯達黎加打世界盃嘅決賽周嘅。咁啊講起上嚟咧都有啲淵源㗎嚇。咁啊鄭少忠就喺哥斯達黎加咧就係長大㗎。好，呢個波咧拉埋去，咁但係射出咗。咁啊或者睇翻個慢鏡頭咧，會覺得咧係。射呢個波咧，啱啱喺眉頂係出界啫。射波咧就係呢個徐亮啊。阿根廷嘅龍門啊，韋爾費度咧，其實當時咧托唔到個波啦。咁只要咧低翻一個波位度咧，相信呢個波咧係徐亮可以睇中國嘅青年隊咧係攀成呢個平手啦。咪啱啱真係一個波位啦，好多冇少。咁啊，其實幾夠運啦，彈過嚟呢邊。佢攞一攞或者都有機會嘅，再過咁，但係你要過對方球員先有咧，係爭取到射門嘅機會。咁啊，徐亮咧亦都睇到佢左腳咧係射門咧有啲係把握。下半場嘅比賽啱啱開始咗，阿根廷咧展開咧另外一次嘅攻勢，喺邊線嗰度啊，個波咧出咗界，係中國嘅界外球，咁大波出界咧，迪羅倫素。嗱，呢個長線波咧，睇下點啦，過唔到對方嘅守衞。咁但係咧就係王勝咧再壓翻埋，一竇竇高咗。哎，呢個波再唔前進啦，王勝咧俾咧大家阿根廷嘅中路手將咧係用手咧係叉開咗嘅。咁啊，俾咧呢個咧係好似係高洛圖嚟嘅，十四號高洛圖咧係出術用手嚟推開佢嘅。咁所以咧佢完全係冇事啊。咁啊，反而呢個王勝咧就係咧係啦，俾佢手踭咧左手手踭咧一推。其實呢個咧係高洛圖咧都係有啲出於咧保護自己嗰啲心態咧嚟處理呢個咧係摳波嘅，啊撩高咗啦，入射啦，嗱咁樣撞啊去坐，咁啊真係可以咧火星撞地球，不過黃勝咧就比較傷啲，不過後生仔嚟嘅唔緊要啦，大家咧十零歲，呢個時候咧就係中國隊咧亦都換入咗咧係21號嘅曲波啊，一位咧係非常之有前途嘅攻擊球員嚟噶，咁啊罰球咧就係大概咧係接近咧唔到咧30碼嘅，有兩個球員行埋去。第一個攔過，第二個咧徐亮咧係斬埋呢個波，終未得彈落啦，係韋爾費度個背脊係彈入咗啦，終於追成平手啦。嗱，下半場一開波咧，徐亮其實有一個波咧可以入波嘅，咁但係呢個罰球咧射得仲靚，再加上咧係韋爾費度撲唔到個波啦，個背脊啱啱咧未飛離曬，咁啊個波散中佢嘅咧係左邊嘅膊頭而彈入嘅。如果呢個波啦，韋爾費度唔飛嘅話咧，就當然就唔會入啦，因為個背脊唔會擋到波入去啊。中國隊咧下半場咧追成1-1平手，再留意睇睇呢個波，射得好靚啊！呢個球員咧喺現場睇到佢咧係可以講係重炮手一名。咁我相信中國青年隊咧好多個罰球都會由佢炮製嘅，特別喺呢個位置就翻左腳，亦都有長程炮嘅能力㗎。咁啊喺決賽咧，大家可以留意呢個五號仔。有冇機會喺嗰啲30碼嘅罰球咧，見到佢表演啊？呢個波咧真係射得好靚噶！咁其實喺上半場咧，佢係有好多次啊，係喺左路係將嗰個斜線踢去右路，係俾自己嘅隊友去攻堅嘅，個落點都好準確噶。好啦，咁啊，睇你點先？阿根廷咧想話去啊，但係逃唔過咧，就係張耀坤啊！張耀坤咧解圍，阿根廷嘅界外球咧抌咗入嚟啦，出界未咧？出界啦！呢個波球證咧就係示意話出界，咁應該咧係中國青年軍嘅一個界外球啦。好，抌去前面。咦？三個人夾住咗佢，唔去得啦，冇咗啦！最後咧就俾啊呢個迪羅蘭素咧攞咗，自己眼冇力啊，唔緊要啦。中國嘅守門員咧就係安琪咧，係接住即刻攞出嚟睇睇啊！呢個波咧左腳咧接埋去，咁啊安琪咧亦都好醒啊！呢個波睇到個波來勢，攣腰咧係接咗。咁啊，剛才射波嘅咧就係迪羅蘭素，好又執翻過嚟，又係咧呢個迪羅蘭素，哇喺嗰度又射射啊！呢個波咧就冇力啊，慢慢咧係來勢甚弱啊，唔驚啊，安琪驚都未驚過。佩加文啊，阿根廷的教練啊，呢下第一時間咧撞過嚟呢邊，睇有冇機啊！嗱，呢個波黃新恩，哎呀，立過一個之後咧，俾人勾到腳尾，哎，球證毫無猶豫啊，即刻指落12碼點啊！係啊，係勾腳啊，呢個波仲要俾咗黃牌你睇下添啊！
14號嘅布洛圖啦，歐格嗱睇睇啦，嗱一個一調過咗啦，立腳尾啊，嗱左腳立到腳尾啊，成個咧扯起咗啊，左腳咧立到啦，對方嘅左腳腳尾成個人咧扯跌。嗱，再喺呢度個角度睇咧，嗱立腳尾啦，冇錯啦，12碼好正確噶啦，黃牌亦都好抵嘅俾得。好啦，如果射入呢個12碼咧，中國隊咧就後來領先嘅咯喎。張耀坤咧主踢呢個12碼，贏啦！射板局包含個波，放去守門員嘅左手邊咧入網，好啦，2-1啦。咁啊，中國隊咧就係超前啦，而家開始先輸一球，連追兩球。比賽嚟到呢個時間咧，其實中國隊啊，由於體力係較優啦，咁所以個形勢可以講係大好，亦都喺呢個時間係反超前嘅。喺整場比賽，我哋都會睇到中國青年隊喺嗰個整體嗰個個人能力咧係未及得阿根廷青年隊，但佢哋個教練部署相當之好啊。咁就係用體力同對方周旋，唔俾對方慢慢嚟到組織。好似話一場嘅比賽，日本對住巴西嘅時間咧，個比賽節奏係慢翻啲嘅。但係呢一場波開波嘅時候咧，其實雙方都快打快，特別中國隊咧係每次失咗波之後都係力逼呢個阿根廷，唔俾佢鬆容組織攻勢。咁啊，殺人咧就用多啲嘅體力，付出多啲嘅體力嚟到同對方周旋，可以講係湊效㗎。比賽到末段咧，可以講係白色衫中國隊嘅天下，亦都可以見到阿根廷青年隊喺體力方面真係吃虧咗少少啊。咁所以有3番4次嘅埋門，睇下今次又如何搞掂啊！真係啊，撲波不愧係中國隊啊，國家隊嘅未來接班人之一啦。咁亦都係得到米魯天奴域嘅垂青選咗佢嘅國家隊。呢場波雖然係先作後備啊，但係後備入替咧已經係製造咗唔少嘅麻煩俾阿根廷青年隊。呢球波啊，更加係憑自己嘅能力係搞掂，3-1，相當靚啊！撲波效率咧青島海牛嘅，好犀利啊呢個波。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最後一腳的處理的方法很特別，很有心思。撞牆入射中間，在中間的球員都不肯攔他，但是他見到龍門出就用右腳，腳背是將球切高了，那他進入就顯示了這個球員有個人之處。如果他用左腳狂抽入去就不覺得這球有什麼特別，但是這一下的處理很有心思和很冷靜，即係突顯出呢個球員啊嗰個特質出嚟。3-1，中國隊咧好有機會咧會對巴西啦嚇。咁但係仲有機會㗎喎，又一路推啊，真係個速度咧好快嘅。哇！呢個波咧係邊走邊射咧射得出界嘅。咁啊，黃新欣啦，12碼就佢搏翻嚟嘅。咁啊，好快嘅呢年青球員，真係勒都勒唔住嘅，真係冇得傾嘅。青春就係無價。阿如無獨有偶，又是兩個後備球員立奇功，17號的黃新欣就博到個12碼，21號後備的球員曲波就自己入波，所以看到啲後備的力量，如果你冇翻咁上下咧，喺啲大賽想話脫穎而出真係唔易啊！個後備力量咧對住球隊咧攞到好成績，特別打嗰啲大賽咧，講得冇錯啦，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教練嘅調動咧，亦都係好具關鍵嘅。保時係超過5分鐘啦。咁啊，無論阿根廷嘅青年軍咧有咩3頭6臂咧，都冇辦法改變呢個被淘汰啊，只可以打季軍戰呢個現實啦。真係冇乜時間俾佢追啊！最弊嘅地方就係，可能呢個罰球一開埋，一次攻勢完咗咧，球證會吹雞結束啦。真係頂到啊！阿根廷球員真係接應到呢個罰球係頂到嘅。咁但係咧，為時已晚啊！頂波咧，迪文拿。事不與我啊！最弊嘅地方就係咁樣啦，一切已經係太遲啦。事實上中國隊在呢場比賽的發揮真係打得好好嘅，好好啊！個速度方面打得好快，下下都壓住對方。咁啊，結果是整場嘅比數就係3-1嚇，打出漂亮的一仗，咁啊挽回就係中國國家隊咧足球界嘅不少嘅面子，可以在星期日的稍後嘅時間就係同巴西爭奪呢個4國青年男足邀請賽的冠軍啦。咁啊，向咧係現場嘅打氣嘅香港觀眾咧，就係致謝啦。血濃於水，大家都係一家人嚟嘅。咁睇睇咧係呢場賽事整場嘅統計先。咁下半場嘅射門次數明顯咧真係增加咗，犯規咧亦都係水漲船高，同樣係增加。黃牌方面咧，阿根廷下半場咧就咧係增添2面啦。嗱，呢場波咧就係中國嘅年青球員咧，竟然間可以3-1嘅比數咧係擊敗對手。咁啊，實在咧，賽前一般都有啲人咧估唔到嘅嚇。
但事實上贏得非常之合理喎呢場波啦。睇睇中國隊雖然而家上半場落後一球波咧，下半場佢哋嘅拼勁啊，同埋咧個人球員嘅技術啊，以及咧。球迷都好開心啦！中國可以打入呢個決賽。咁啊，聽日會進行呢個決賽日啦。咁就喺聽晚嘅12:20咧，我哋翡翠台方面咧，亦都有個賽事嘅精華。咁啊，各位觀眾咧，係希望可以中國隊捧杯嘅咧，亦都喺聽晚可以睇到呢個賽事嘅精華嘅重播嘅。咁啊，另外一件事咧，就喺今晚現場直播嘅西班牙甲組聯賽拉科羅尼亞主場對皇家馬德里嘅賽事咧，就會喺咧係3:45咧出街。